喂，安尼，咱渐渐课程开始吼，大家早安。我要讲这题目进程吼，我想要了解，大家敢有？记迄个电下电台，也是讲听人介绍啊，买药啊，有吼。我甲大家讲吼，咱平常时食药啦，都是一大堆问题啊。啊，搁听人介绍，啊，搁去地下电台买药啊，哦，遮歹控制。吼，我讲的即个课程吼，是要大家讲吼，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就要执政啊，大家身体健康有重要无？啊，若你也无身体健康，啊，若一寡对东西安尼，咱之前是毋是够有一寡困难对无？我即个讲即个话题嘛，有一个意义存在啦。除了讲咱身体健康爱注重，吼、哦、去病院，吼、哦、对啦，开一寡药啊啦，啊药啊食药啊，啊咱应该注意啥？继续保持咱的健康是毋是？啊，过来。咱长期啦，吼，叫即个流氓的中华民国政府洗脑，吼，啊有的啦，啊中毒啦，是毋是？啊有的啦，是毋是着了心病？啊有的又直接阁鬼牵的着行，啊叫人骗，啊阁替对方来算钱，啊活在迄个空虚的、虚拟的世界当中，啊大家真巧哦，一个人。咱即个经历会小米食，所以我希望借着即个课程，除了讲健康之外，我嘛是希望我会讲一寡，甲你大家复习迄个台湾论内面的重点是啥？啊，主要我会为迄个时间性啊，慢慢啊吼，和大家连贯起来。啊，因为我今仔日吼是主要要讲即个药师教好方面的，啊，我以前拢是先法律先讲啦，啊，即嘛我。重点我也是先讲药理方面，我主要的重点就是讲咱用药的安全吼，袂伫客身迄个 safety 就是用药安全。平常时大家用药摕转去，爱注意啥？吼，啊，再来，即个 pharmaceutical care 就是药物教学的意思，吼，有广义甲狭义。即个 medication safety 伊嘛是一个教学，但是我甲广义狭义吼，安尼。分较清楚，大家了解。啊，过来，manage system 就是讲一个管理。药物嘛爱管理，是毋是？啊嘛管无好，即个药啊乌白藏，啊都乌白配，安尼嘛，即嘛是真麻烦的，是毋是？啊，过来要管理一个药局内面啊，爱注意啥物？为即个小小的管理的团体内面，啊，咱甲放大，看咱，咱后摆咱台湾民政府要去。接一个课，也是讲咱要叫管理，咱是毋是嘛爱知一寡管理心理学吼？即个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啦吼，上帝是互你的三张被啦，吼，有一个少年人，即少年的啦，啊，走去甲上帝报道啦，哎哟，即感觉。这奇怪，哎，上帝，我就是较勇的人，我才三四十岁尔，为甚物你安尼，互我提早来甲你报道？伊才毋甘愿的，讲安尼，才无对我，才无公平的啦。啊，上帝有甲讲哦，我有嫁配互你哦。啊，迄个少年人就想想的讲，你太有嫁配互我，我哪拢无感觉。你前几年哦，你想看卖，你骹头好酸，腰骨酸痛，这就是我互你递一张被。啊！你搁会记袂？你前几届啊，啊计迄个奋斗在迄个人外口，甲你送来病院，啊，你有记得无？伊讲有啊，我即两届我拢印象啊。啊，第三张被你会记得袂？你人送去病院啊，开刀，遐物物来甲我报道，啊，你记我一面，啊，你有印象无？哎呦，想个对吼！哎呦，想讲啊，对，你有我有看过你。啊，毋过我现在是真毋甘愿的啦。我雄雄来甲你报道，啊，但是我也无甲阮爸母消息啊。我是
我是独孤囝呢，啊，阮爸爸老母要安怎？我是毋是你会使有一个机会，转去甲阮阿爸阿母啊来休息一下？啊，上帝就甲伊讲，好啊，啊，无你互我安尼。迄、那个少年一看安尼，啊，这是可能上帝爱钱啦，啊，可能狮子大开口，讲啊，你安尼讲一千万，安尼我无钱啦，啊，无啦，我无要你一千万啦，安尼啦，伊嘛是阁无讲嘛吼，安尼我一百万我嘛无啊，哎，我无要爱你一百万啦，我爱，互你一块就好。啊，你少年人就讲一块，啊，你绝对有啊，啊，在座甲我讲，你有一块无？你有一块无？有无？还是咱在生的时阵，哪有一块呢？啊，伊去甲上帝报道啊，请问伊敢有一块？你哪会认袂出来着？啊，这我要讲的重点是啥物？这个金钱的物件吼，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安那领，要安那领，靠腿你领破去嘛，无一块。啊，所以大家爱想讲，这个。两个意义就是咱爱重视讲，你即摆身体方面啊有倒个挣扎，你有去甲注意着无？可能上帝吼寄遮侪张皮予在座个有无？我嘛有哦，我脚腿嘛最近咧疼哦，我嘛爱注意哦。最近心脏勃勃颤哦，脾气有一寡大安尼哦，可能这方面我爱注意是毋是？啊，无讲最近你去安尼。接是个工课，啊接无偌久，你就安尼乌好爱在嘞，安尼安怎？啊，毋足可惜个，啊，你个理想嘞？咱在座拢有理想啊，啊，若讲到即阵，你要实现你个理想，就因为你个身体安尼无办法实现，啊，有只遗憾对无？啊，过来，咱台湾民众是无喜苦去贪污个哦，我你讲你教育就好啊啦，对无？通好食，通好睏，身体健康，啊，咱会自我的迄个实现的理想实现起来，啊，你有够啊？搁要加加钱要创啥？啊，你人的贪心啥啦？互你看到的，搁要滴，啊，搁要愈多，啊，就人就练落去啊，贪心就掉在内面啊嘛。你甲想讲，咱迄阵咱日本甲咱台湾人建设，每迄个不管是硬体软体，大家拢在修法的。啊，为什么这個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怎样来台湾要七十年啊？啊，那台湾人来看钱才中着，较早拢讲义气的呢，无轻易讲要去共收购的，啊，即嘛呢，卡袂着我来甲你讲，我唔甘愿，我定安怎安怎安怎，对你安怎，我该讨我这个亏。为什么会变安尼？大家想看卖，咱台湾人的品质是袂输。听讲，我做袂也嘛袂输日本人、美国人啦，咱嘛真优秀诶。但他会讲，安尼几年之下，大家才变安尼呢？我希望大家把好诶、比好诶，咱诶个性、咱诶优秀诶一点，甲找倒来。啊，重点嘛，我今仔日嘛是爱来先来讲迄个身体，咱爱注意身体健康方面。因为之前我拢先讲迄个有利啦，但是我即马先讲迄个法律，但是我先来讲有利。那豆豆啊，第一节课来讲这啦，我讲较清楚，啊，大家较了解讲安那用药啊安全吼，啊，当然啦，吼，你知影，咱主要咱的迄个法律的地位是离小米酱，吼，我来讲 X 加 Y 比小米酱，啊那这就是咱台湾吼的法律地位，啊，我来讲，咱的这身体健康方面，你知影无？平常时，咱爱照顾身体，就是你知影嘛？你食的物件，你食的物件要注重，是不是？你有注重着？啊嘛，注重讲啊，你食的物件在你身体运作当中的结构是啥？对无？啊，你要食较粗着，啊，你要食较油着，啊，你要食较搁食较甜着，啊，咸着，啊，请问啊，你的结构是啥？凡事那种因果之分呐、啊！啊，你也要食较油，食较咸着，你去食较甜着，啊！你得到啥物，大家嘛知影对无？啊，是毋是你爱知影？即个爱运动，爱安那说，小准则一个，食物件小准则一个，啊，达到即个预防的即重点对无？啊，过来，正经啊，咱也是讲正经都破病嘛，讲讲过也是讲正经有定打着，也是讲你可能遗传呐，啥物病咱嘛唔知对无？啊，你也无讲突然发生啥物，你嘛唔知讲你有啥物病。啊，主要我即马重点就是讲预防，
至少咱迄个身体迄个会老去对无？功能会变差去对无？迄个时间哦，若较短发生，莫较紧就发生啦。啊，咱继续伫咧咱伫咧注重身体健康之下，啊，甲身体照顾啊好。啊，莫是讲我即马少年，我靠说我即马哦一二十岁哦，我著甲你熬夜，熬夜到两点三点，啊来拍电动，啊来跋筊，啊是我来安那做啥物行业？哦，你安尼累积起来哦，身体愈来愈白哦，莫讲靠说你少年哦。啊，咱食老的人吼，咱身体有火的人，哦，咱当然就是爱保养啊，对无？啊，咱甲迄个身体退化迄个状况吼，一甲慢来。啊，咱阿公咱啊，咱吼为何好咱的身体，就免讲受这个病痛之苦啦吼。啊，再来正经讲吼，啊，我也去看病啊啦。啊，我要安怎？我无治疗好，啊，当然健康是上好啊。啊，若我无治疗，无好要安怎？是毋是政府？啊，阁有一个设定一个机构，互人会使继续甲迄个阿伯身体健康的人有一个敢若庇护所，还是日后要安怎将即群人，好啊，阁甲，互伊因为伊身体无好，互伊恢复慢慢恢复正常。譬如讲啦，啊生囝是毋是讲我爱一寡讲迄个，咱来讲即个啦吼，迄个是健康照顾嘛。啊，若生囝，我是毋是？啊，有一个坐月子中心，即马是自费啦。啊，拜咱台湾民政府吼，啊，要治理咱台湾吼，每一个人拢是遮真珍贵的。来，坐月子中心那么优惠，啊不免钱。我希望对咱台湾，咱是即咱的性命是遮重要的，每一个人拢遮重要的。你若身体有缺陷，都是爱即政府有责任，甲你帮助你恢复你的心。身体的健康，好，咱来讲即阵，甲我讲预防嘛。啊，你平常时了，可能你哦，我可能爱食一寡吼，啊，甲对咱身体有帮助的迄个食物。啊，有人嘛咧食健康食品，啊，嘛有人咧讲健康来管理，啊，走运动、跑步、游泳，哎，迄拢会使哦。迄就是开始，你就爱知影讲，即个运动对咱身体是偌重要。啊，甲来正经吼。啊，咱身体有定当，当然嘛爱去病院看病。啊，即马咱即马迄个收进吼，也是讲咱点仔食，迄个政府的经费伫咧遮开的，拢是伫中啊治疗这方面。这两层啊都敢若无遐注重对无？你家看嘛，产业收入对无？啊，这层才关着，啊是大家拢遮爱看病，咱台湾人有遮爱看病无？有无？啊，那药啊，念念的都要氮气上嘞，啊，佫造成遮侪污染的呢。啊，讲我去看医生，哎、欸、呀，医生无甲我开药啊，我敢若料着嘞。我就甲医生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甲我看看，那甲我开一项尔，啊，你是毋是佫甲我开两三项安尼啦？啊，你真好笑，有好笑无？你的身躯即卖目前，你都需要一项甲你治疗就好啊。啊，你佫要甲要求第二项，啊，无你来做医生好啊。啊，无，阮医生要做啥？阮都医生的心态是讲，你主要我即摆要治你的病，你有通安尼搞我即种方面有迄个疗程，啊疗程啊好啊，你接着好啊，莫讲我你搁要一项、两项、三项、四项，啊要创啊？啊你摕转去，你敢有咧照食？啊分了别人食，啊是气煞？你感觉了着嘛？对无？我心态唔安尼讲，我得到啥？我要落爱。回馈我啥？爱清楚，迄、那个医疗的资源，大部分是真正有需要的人，小部分有人就是心态就无正。我就是要爱啥？啊，那医生嘛是讲，敢若讲，哎，病人安尼甲我要求，我是不是爱合乎伊的要求？啊，那大家拢讲我一项、两项、三项、四项、五项，我照你讲啊 ，A， 哦，你开，哦，你要爱开，搁加两项，好，你加两项。啊 ，B， 哦，搁加，互你四五项。啊！你医疗浪费啊！啊！你都无需要食安尼，啊！你肝甲心加食迄药啊，加就是加，互你心甲心吼，无啦，不一定是心哦，胃无好，吼，腰子无好，肝无好，啊，佮兼其他的，那咱的迄个内脏才侪嘛。啊！你若知讲即个药啊，对倒倒的有毒性，啊，食食毋是互你家己身体加负担的对无？所以家己要清楚。医生开了你一项，就表示讲你哦，遮幸运的，你一项就医好啊。
啊，人迄四五十，唔是讲无啦，无遐济啦。人有人食二十几项的，人迄是不得已的可怜的，啊，食到两三十项，有人算食到两三十项，佫食无好哦。人迄是可怜的，你咪讲哦，你遐大包的，我只细包，我敢了着，唔安尼想哦。吼，所以咱阿拜台湾民政府来执政，对这方面预防的这方面，吼啊，这种爱加强啦。啊，若正经吼治疗无好，有沾种的，吼，也是讲迄、那个咱生囝嘛，咱嘛是哎，咱、欸、生出来红囝嘛爱保护呢，啊母体嘛爱保护呢，伊个下一代搁要孕育一新的生命，伊的迄个子宫、伊的环境嘛爱搁好呢，对不？啊，这拢是爱。照顾嘞，啊，主要是迄老人多，咱台湾即卖老人嘛就多哦。啊，即、這個、老人咱是要安那长期照顾，甲照顾，讲正经迄机能无好的老人，咱是要安那有一个好的安养院啦。啊，有甚物护士啊，是医生啊，吼啊，不时定期啊来甲因照顾，啊需要啊来较好的药啊，是讲安那护理，是毋是？咱就爱较好的护理。咱台湾民众要赢就赢啥，你知无？人性化的政策，那有重视人性无？你得民心，咱台湾民众免惊。得民心就是人性化的政策。啊，咱食的吼，即寡健康医疗方面的产业，拢甲即个药师教好拢有关系。所以，即个就是一个大饼，啊，大饼嘛有可能啥？有可能有迄个弊案，啊，咱这嘛是爱注意啦。啊，用药啊，大家拢讲啊，这个是大病，啊，是毋是讲啊，我满足这个大病，啊，内面无爱互恁知影迄个药物方面的知识。啊，大家哦，对啊，恁爱药啊，我就一直生产药啊，恁食。但是你有讲这个药啊有适合在做的无？啊，现在健康食品嘛，毋是黑白乱食的咩？你嘛是爱选的，对无？吼。啊、我就要为这种电影当中吼，我来渐渐从这个电影里面的意义吼，啊来说明阮药师，阮的这个药师的教学里面的内容是啥，安尼较趣味啦。这个电影是咧讲啦，讲这个药师啦吼，伊对伊即马现行做药师吼，即恶杂的，无啥物迄个，无伊的自信啦，因为因某对伊无好，再来伊就想讲，伊丈人妈妈看伊无点。啊，想讲啊，伊甲即个伫送药啊，即个嘛是病人啦。啊，都因为伫送药啊当中去熟悉伊。啊，即个外口的查某，路边的野花不要乱采，吼、哦！啊，伊咧诱惑他啦。结果伊就去制作一寡迄禁药啊，来麻醉家己啦。因为伊生活咧痛苦当中，某啊，甲丢人爸，啊，甲你现实，你即个药局阁经营无好，啊，人甲你诱惑。啊！咱即卖譬如咱即卖咱是官员啦，外口人甲你诱惑咧，你要安怎想？你要安怎甲你尊责？你迄个贪心，还是讲外口有人要甲你拖过去？啥物？甲你洗脑还是啥？我咱台湾民众坦白讲啦，周围拢有敌人，要甲人拍倒，要甲人影响，要甲人阻碍，啊，佫冇来干。你有你的中心思想，你伫小米节，你的真诚，你对台湾民众的真诚，啊，甲你执着的这个经历，这拢是一种检验。我的意思讲，阮做药师嘛，阮的贞操，我嘛爱去顾问，应该药师爱做的迄个角色，袂使讲我外口有人要叫我做啥，我就去制造这个不法的，吼、哦，这个禁药啊，啊来麻醉家己，啊去害别人，吼、哦。当然啦、啊。夜路吼，走多了会碰到鬼，嘛有人甲警察来查啦，查伊阁继续要讲好笑话，啊，我你讲哦，好笑话吼，你我你讲一天吼，啊你会使暗坎会到，但是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，总有一天吼，你就会爆发。你免讲你我侥幸哦，我今仔日吼，哎、个人讲袂当贪污哦，阮是民众袂使贪污哦，你讲啊。你给他保密，你给他保密，啊！我这绝对袂抓到，我跟你讲，绝对会抓到，因为你做到啊！你做过，凡事哈、哦、走过了，一定会留下什么痕迹对不？啊，咱卖做的无都唔是，所以咱要了解，你安尼食毒，
吼、哦、啊，制毒啊，你的效果是啥？啊，请问，伊有去用抓到无？伊绝对会去用抓到，但是呢，这个戏的意思吼、哦，也就是叫人爱回头，吼、哦，人做唔到代志，爱回头，这个有输一个机会。多以这个新罗，伊配药啊配好，拢爱叫这个新罗啊去社区，甲伊配好的药啊，给社区的人。啊，伊嘛咧食毒，结果有一天伊他妈因迄药局内面吼，倒咧药局啊死去。啊，这个吼、哦、本来就一个迄个稽查人员嘛，伊咧稽查伊，啊咧一直查，啊袂查到证据的。结果啊，这个少年的倒咧因迄药局遐，啊变成讲伊家己本身答应家己做了。啊，先算嘛，大伊个罪。啊，我甲大家讲，敢有每一个人才幸运着，有无？我你讲啦，迄是伊本身吼、喔，开始咧觉醒啊。我安尼做正经唔对。伊讲这少年呢，因为我做唔对，这少年为我离世啦。因为伊家己嘛管制无好，甲这少年会摕到迄个禁药啊嘛。伊家己有检讨，袂使按继续落去啊。嘛袂使叫外口迄个查某，啊来甲迄个敢若家里人啊，甲撮讲你安怎做？啊因某甲因丈人爸，一直甲伊打击伊的信心，伊讲吼，我全部放弃，我外口的查某袂啊，我连我即摆某嘛袂啊，我连丈人爸我嘛袂啊，我要重新开始。你知影因丈人爸从迄个药局吼，让伊啦，应该是讲卖予伊啦。结果佫用伊个扛棒，伊个真唔甘愿嘞。我已经用钱甲你买啊，你佫用你个扛棒，你看好遮无点个嘞。后来伊拢经过较侪迄个挫折了后啦，伊讲我要家己独立，伊要伊家己个就即个扛棒个拆开，伊用伊家己个名，伊用伊家己内部伊经营个方法，不但比较早迄因迄药局内面嘞迄、那个人群哦，啊人客哦，佫愈侪。买物件阁新，阁现代化，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你脑筋底线吼，有当啊是别人吼，甲你洗脑也是好啦，也是讲甲你操控也好，但是你内心当中，你一定有你想要实现的迄个理想，对无？你无想人安尼甲你压迫，对无？台湾民众即个环境，就是要互你好的物件，互你福利出来，互你去实现你人生的目标。你想要实现的物件，绝对不是像中华民国安尼要甲你压制、压迫、洗脑，互你讲啊，你知影基本的，你要食清就好啊，吼，我食会饱就好啊，啊，袂互你知影新的物件啊，媒体迄无聊的新闻，一直甲你迄无无滴个啦，一直甲你放啥，一直甲放啥，哦，啊，大家拢注意迄、那個，啊，家己心内。你自己心来摸看嘛，你内心有没有你的声音在？你想要做啥？你有想要实现无？但是你对这个社会，你也这乱扯，为啥？大家拢媒体拢在嘛遐，无正确诶，迄、那个传播不正确的讯息嘛，对不？啊，别人嘛，知影新的地形拢无嘛，对不？所以有决策，伊即马决策就是讲，要安怎做，你就是。按部就班去做，你就是你就去做就是啊。安尼你要安怎做？你就来台湾民政府来受训。啊，人讲这个新台湾论，转去土法读，咱就照时来读。啊，那你读完你受训了，建五官了，你是毋是继续啊？搁拍拼来训练你家己有这个能力去执政接头路无？来按部就班，连你甲周里的人爱保持一定的关系，吼、哦，你爱熟悉人啊，然后甲你。通我盘烂学习，唔是讲我国际班，我初级班咧就好啊、喔。啊，这新台湾也囥啊边啊，唔是哦、喔。继续拢爱个记，落就是做落好啊，都爱去进步吼。啊，咱过来讲，大家知影这个人是啥人无？有咯，咱是，哎，这个是啥？哎，对，啊，这个人啥？乐蒂吼，吼，啊乐蒂伊啦，伊嘛可能上帝嘛有互伊批啦，继续伊无注重这个批啦。上帝互伊讲，啊可能伊啊环境在内吼有啥物，碰到迄个艰苦的代志啦，吼，
啊，但是伊无去讲切讲啊，即、這个艰苦要哪解决？爱、啊、就去行绝路啦，吼，啊就自杀啦，这嘛是一个例啦。啊，我要讲伊的即、這个伊的背景吼，要安尼讲是要甲大家勉励啦。伊即个在内面，伊讲伊想要去杭州读书啦。啊，咱即嘛，咱查囡仔即嘛拢只幸福，拢有当读书，但是因古早因古早中国社会哦，查囡仔是袂当读书的啦。女子无才便是德嘛，哦，这无公平对不吼？对咱查囡仔无公平嘛。啊！伊讲伊也爱即十项，我吼，讲伊假破病嘛，啊叫伊想讲啊假破病哦，安尼可能爸爸妈妈吼，诶、因为疼惜我吼，啊可能会互我去读书啦，啊伊就不如吼，伊来办迄个囊中，伊讲要爱即十个药啊啦，啊，即是毋十个药是毋放假？啊，意思就是讲，即、這个得了心病嘛，咱台湾人嘛是得了心病。啊！即摆咱台湾人得到新病，是毋爱新药来医？啊！大家知影新药是啥？那新药就是伫小米站解脱咱长期伫70到70年即、這个生活当中，咱是安怎互人几种个食迄毒药个啊？还是甲咱洗脑个啦？鬼牵咧行，迄种全部拢是害人，咱脑筋拢是害了了啊！啊，若要来解药啊，就是伫小米食。啊，我用这个药物方面吼、喔，来甲你讲安尼简单的解说。这十项是放假，但是我要讲的这十项是要甲大家讲药物安那使用的正确的方法。吼、喔，这暂且来讲吼、喔，这是基本上的较粗浅的。啊，若讲私底下恁想讲要较知影较深的吼、喔，我再甲你解释。吼、喔，基本上这十项，我多等十来个会继续讲啦。吼、喔。咱若要去病院，一定是爱排队啊！哎呦，爱就是讲你是初诊嘛，啊，就爱有一个病历，啊，甲你登记。到，伫甲你讲迄阵，医生就开药单，药单就整间直传，电脑直传嘛吼，啊，就走来阮药局啊，拍出来。安尼，你摕到药啊？啊，阮有时候甲你调节，调节完甲你药物咨询，啊，你有需要，我来解说啥无？啊，就这一连串的看病的这个流程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但是你对食药这方面，你有这疑问的无？这个药啊呢？啊，身为病人，你摕到药啊，你爱知影啥无？大概有讲，大概会使有人甲讲未？你摕到药袋啊，你会做啥物代志？有没有对？哎，啊，然后你要知道说这个药吼，它有什么禁忌吼，要去注意的。哎，对对对。安尼哦，大家有基本上的这种概念真好吼。那么，搁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哦。你要摕到药啊，一定要看是不是你的，对不？啊，你搁来看讲吼，啊，这个药啊是不是对？这个药啊，要哪看讲？我拢唔知阿司匹林生啥呀？啊，我这吼有一个迄、那个。伊阿司匹林吼，伊做药啊吼，伊到底迄个刻痕是啥？伊外形是啥？白色、红色，还是讲内面够锈哩？哎，你嘛甲对一下，这药底下这拢有写啦。啊，讲啊，这药啊到底伊的作用是啥？嘿，啊有禁忌是啥？啊，就这开车当中，还是讲开刀会使食这个药啊未？啊，拢药底下拢就清楚甲你讲啊好。啊，这要哪保存吼？有当时啊吼，你。爱放啊，迄个避光的嘛吼，啊，你都爱放啊避光，你也袂晓摕出来，互日头晒着。这规项食拢爱放，爱看好清楚，人才来食药啊。啊，坦白讲啦，阮药师，我嘛毋是咧讲我家己迄种的借口啦，因为我毋是神对无，人拢毋是神对无，加减会做毋到代志。啊，我相信我嘛有造成一寡迄个药物方面吼，摕毋到药啊，迄种事情发生啦。啊，这阮当然爱对病人爱负责啦，啊，十二百分的道歉。但是正经恁摕到药啊，一定要等于看你托人，你嘛是救阮药师一命，嘛是救恁一命。啊，这唔是借口，希望你摕到药袋啊，看到药啊，看落清楚，吼，因为这是基本上你要药物方面的知识，吼，啊，这十来项大家爱看落清楚吼。那阵啊，你个问题，请你来问药师。
啊，过来讲，你去外口咧，外口毋是嘛？哎呦，讲你嘛是搁会买药啊，对无？啊，买药你是嘛爱看清楚？哎，基本上你也看讲，我要食迄个药啊，用名对无嘛？吼，对无？吼，啊，过来讲，啊，伊有字号无？啊，是一味都行善咧，啊，迄个有效时间咧，你是嘛嘛爱搁看一下？唔是讲我买顿后摕来吃哦，你去外口去洗面也是结多，买物件你嘛爱看伊制造日期着，有过期无？这嘛拢爱知影着。啊，这药啊需要讲是咪爱放啊冰箱冷藏无？啊，这嘛拢爱知着无？唔是讲我摕顿后就紧塞了嘴吃呢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药啊嘛是爱有适应症啊。我讲啦，我药啊吼，你吃落去啦，嘛吸收嘛，分布代谢啊，甲排泄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阮较专业的迄个药物方面的动力学吼、哦。啊，你摕着药啊嘛是爱看你平常时你安尼食的剂量对无？啊，你剂型对无？吼、哦，剂型都让我过来讲啦。啊，你一天食两剂、食三剂，还是食四剂，还是讲啊食一剂都好？哎，这嘛要看清楚哦。啊，个咧，你用药的迄个途径啦，吼、哦，咱讲来讲途径来讲啦。哎，药膏吼，目睭药啊，还是喷鼻的？啊，讲阮食的迄个。口服的药哦，嘿，嘛是有迄种的缓释剂哦，嘛是摩一定哦，嘿，遮侪种的哦，啊，嘛是讲用感的哦，迄拢遮侪型的哦，啊，你嘛爱清楚哦，啊，即嘛有人讲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外用的药膏啦，甲摕去讲啊，不行，来摕去抹目睭，继续问一个例子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病人吼、哦，险险就青眉啦，啊，虽然有甲赔偿，但是你知嘛，迄、那个伤害已经造成啊，所以。我嘛甲大家呼吁啦吼，啊，我有时本来就要有责任甲大家调配也对啦，啊，但是拜托恁回去药底下阁看一下吼，吼，因为吼，啊，搁即个目睭药膏来讲，有一种药啊，主要目睭药膏内面抗生素的、抗生素的，伊吼虽然伊做目睭药膏，但是因为伊也有抗生素的迄个内面的成分，吼，所以伊嘛会使耳啊，俩阵嘛是有细菌感染，伊嘛会使。换耳啊，吼啊！若准你外伤有空嘴，因为伊这个眼药膏吼，伊些机制吼较幼，所以伊会使去换耳腔啊，甲换外用。啊，但是你主要就一个用途就好啊。伊若讲开你的状况是目睭有问题，你就去换目睭就好啊。你嘛讲想讲我搁摕来换我这个空嘴，啊，换吧，搁来搁去点目睭。啊，变成即个细菌在内，你的目睭药膏内面，啊，即个目睭药膏细菌搁在内面，安尼互相污染。啊，所以虽然讲有遮侪迄个用途，啊，但是你该使用一个所在，吼。同款啦，即药啊吼，拢分作遮侪型的啦。啊，有人讲迄个阴道塞剂吼，啊，甲塞去迄个空都探唔到啦，你嘛爱注意吼。你有迄个肛门塞剂，啊，冇冇迄个阴道塞剂，啊，塞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有人讲冇摕去食的啦，啊，所以爱注意者。你正经对这药也无清楚吼，啊，就拜托你看清楚，啊，无问药师啦吼。这方面先甲大家讲个较清楚。啊，若讲你买药啊，一定爱有效时间之内。啊，若无有效时间，已经去变色啊，啊，昏化啊，生菇啊，吼啊，变酸啊，臭气啊，迄种卖用。因为咱台湾吼湿气较重，药啊较容易变质，啊，这方面来注意者吼。啊，过来啊！咱食剩的药啊，食无就是食无完呐。咱希望咱开的药啊吼，照医生的疗程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你甲食完。啊，若食无完的吼，我唔知为虾米有当啊台湾人吼，拢无迄个服药的顺从性啦。就是讲叫你安尼食，结果你无要安尼食。啊，浪讲啊浪等啊，那佫食无好，过来看病。我感觉迄个逻辑哦，一点仔怪啦。伊叫你安尼食完，你就食完。啊，食无完，啊，但嘛是同款啦，乌白蛋啦，啊，但是阮即嘛有药物迄个废弃物哦，还是讲针头啦，还是讲你的空管啊是迄、那个，还是你外口吼，只要有写讲，即个空管啊是安那整理，啊，即个空管啊内面吼有迄液体，啊，要哪分类，啊，即拢阮拢有，即方面个阮，即是后来清洁人员伊会去做一个检收来分类啦，啊，即是讲。在药局啦，还是讲政府有办一挂迄个活动吼，啊，叫大家爱去进行讲教育训练啦，吼，啊，教大家讲，你这药啊吼，爱安那分类，吼，啊嘛有诶毒性诶吼，啊嘛讲
迄、那个糖尿病迄针头哦，嘿，拢来注意哦，拢爱安那分类啊，啊嘛教大家安那来处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为迄个电影过来看这个，哎、欸，药命关系，这到底是要讲啥？讲就是讲副作用，某某药啊，那有副作用，安尼讲啊，有时有副作用，我食要安怎？但是我甲大家讲吼，两害之间呐、啊，就讲、是、甲对你有帮助之间吼，你要处一个讲较轻的啦，你知影无？我搁爱治疗好。啊，佫有副作用。啊，你是要寻求讲这两方面当中对我伤害上低，我只好选我来食这个药啊。啊，若对我伤害上悬的，我是卖食这个药啊。看医生佫会使佮调其他药啊来吃无？这拢是爱分清楚。然后，这是要讲吼，因这阵人嘛，伊就用这个副作用吼，加讲这个副作用啊，去做歹代志去害人。啊！伊无食哦，啊，加做伊有副这个副作用去害人。即个比如讲，这个变成一道德的问题，佮加上这个药啊方面，无讲遐了解，是讲要超过伊要运用这个犯罪，啊来用片面伊的刑责啦吼。啊，咱咪讲，你伫副作用当中，你嘛知影爱知影讲这药物的禁忌啥？哦，有疾病来分哦，讲这个药啊可能对心脏病、肝脏病还是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药剂变啥有影响？啊，是毋是这药啊？你啊，甲撇开，啊是讲这个剂量啊调整？吼，啊无啊是讲你看爱改啥物药啊嘛吼？啊，你啊有诶药啊是袂使讲伫迄个有心人伫啉酒啊、开车诶人，啊是部分诶人来啉，这嘛爱注意。啊，过来主要咱来讲这个啦，老人囡仔伊吼，老人吼伊变种伊生活机能变得比较差啦。啊，人囡仔是讲伊生活机能都还袂发育很好啦。啊，过来讲这个妇人人嘛。啊，妇人人大家知影有心嘛，你嘛袂使乌白食药啊嘛。啊，阮这药啊是分 A、B、C、D、X 啦。基本上这 A 甲 B 吼是有迄个证明是讲是安全之类，但是 C 吼是讲吼伫咧动物方面吼有迄个实验吼是安全，但是对人是一个问号，无安全，啊，佫无讲即确定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要研判，看你会使袂。我刚拄仔讲伤害当中，对囡仔无伤害迄阵吼，你看会使食这个药啊，就拢要评估啦。啊，第一就是讲吼，这个已经有影响啊，对胎儿有影响。啊，这個、X 级就是讲，譬如讲癌症的药啊，有一挂精神方面的药啊，迄囡仔食落去就变畸胎啦，啊，这拢要注意吼。啊，咪讲啊，我的药物互相食较侪种，爱有副迄、那个交互作用无？哎、欸、哇！我同款这类的 A 啊加 A 是不是变伊的迄个药量高，伊的药效高，啊有影响无？啊，甲伊讲啊，我这個 A 药甲 B 药无同款的作用，啊，伊的影响是高啊低？啊，就讲哇，食只百百项咩啊？有人食到十几项、二十几项的呢？有迄老人嘛？啊，结果可能基本上药也无治疗好，啊，嘛是可能治疗好，但是产生的迄个副作用，就是因为因迄多重嘛，交互作用啊引起的。一寡对病啦，这嘛是爱照顾、爱了解。啊，因为药甲药交互作用那种分级吼，那看这个图。譬如讲吼，这个药啊，吼叫做 metoclopramine， 啊，甲食下骹食的药啊，因两个甲做伙会产生啥物变化无？啊，若讲这个药啊，甲这个阿司匹林就是讲止痛的药啊，一般是人讲普拿疼。啊，若甲做伙是米吉还好。那讲到孕妇甲这分级是无同款哦，迄是搁两回事吼。因啊，佮有分讲即个 A、B 吼啊 D、X 的严重度，都拢有讲吼。啊，咱即个分类嘛，即个严重度啊，即个伊禁锢伫倒，伊即个严重度吼，即个分类的严重度吼，即个 A、B、C、D、X 这是严重度。啊，若佮即个精神药啊，佮做伙哇危险啊，啊，咱袂使做伙食，啊有毒性安尼啦。啊，你讲我食百百种嘛，我有可能记遐侪着。啊，请问你紧请问药师，会帮你查。那一般讲。有禁忌的药啊，一定爱食。我搁爱，我有精神方面呢，啊，我搁需要这个，因为我胃肠无我排，我会吐安怎？啊，咩安怎？你着隔按至少按两小时安尼，一定爱食，恁着隔两小时。吼，啊，搁有药啊，搁有迄长效型，啊，搁有啥物摩伊定啊，还啥物较复杂来问药师吼。啊，即马爱讲较紧的吼，咱即个交互作用嘛，迄个中药甲西药甲做伙，啊，嘛有一个查询系统。啊，甲药啊，即个是迄个奥秘当中 ，Micromedis 2.0 是咧查所有药物方面诶迄个交互作用，即个有即个系统，即阮药师常常咧用。
啊，这是咱台湾，那么某一个迄个药品交互作用的这个网络吼，会使查询吼。啊，咱上好是药啊吼，甲食品伫食迄阵吼，嘛有副作用哦。你譬如讲，你即个迄个牛奶啊，茶米的茶啊，啊是讲可口可乐，什么什么葡萄柚这种的酸的物件，上好卖甲药啊，甲做伙食，从迄个滚水中吼，白开水上好。啊，主要咱即马吼是中秋节要到啊，拢会食葡萄柚对无？葡萄柚对无？葡萄柚绝对袂使甲迄个高血压的物，迄个降血压的药啊做伙食吼，会甲降血压的即个药啊吼，伊的效果变低。啊，变讲你迄个药物的迄个作用都无够力，等到你袂使降落来，足危险的哦。佮穿起来一直穿起来，你就愈食，啊，佮夹迄个抗血压的药，哇，愈穿愈强，愈食愈穿。哇，还真危险的哦！阿哥吼，主要阿哥阿司匹林卖甲迄个银杏做伙食，因为阿银杏直接诶，甲迄个有出血的状况啦，伊个抗凝血都较袂坚啦，咱拢会老废对无？啊，凝血机制，你搁甲这甲做伙，伊凝血机制变较差，拢袂坚咯，一直老废啦，吼！我讲废啦，吼！啊，大家注意，上好是甲水吼，开水。啊，来配来食，啊，其他吼注意一下呢，吼，啊，咱有三型药啊过敏吼，啊，这要注意哦。你对什么药啊过敏，你拢爱甲记起来，吼，因为这個过敏吼，有当下危险，我讲会三型对身体会危险性，啊，咱拢爱注意吼。啊，譬如讲吼，你也有这种过敏的状况吼，阮有一个迄个通报系统，药物不良反应通报系统，有人食一个迄个抗癫痫特贵头，啊，嘛有食一个这特殊的药啊，啊，就全身拢痒到要死哦。斯蒂芬江森心痒，迄就是讲我规身躯拢生泡，就是水泡，啊，讲迄个表面的皮肤都坏死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吼、哦、你还注意哦，这绝对不是讲迄个医生的迄个唔对啦，是讲这药啊无适合你，对，你食一撮变有这种状况，这拢爱通报，啊，你拢爱甲记录起来，你对啥物过敏啊不良的反应，你拢爱甲药啊记起来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三星这种状况，咱都要要害救济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讲这个药啊内面有打这个标志，吼、哦，迄个表示讲你若发生安尼的状况，吼、哦，你通好补偿。啊，若补偿嘛是爱判断哦，唔是讲你来搞讲你凊彩讲我安怎，我都好补偿给你啦。因为这是爱个严格的，吼、哦，甲你执行讲你到底是不是因为我食我这药啊，啊造成的伤害会加急几多？是讲啊，变成讲啊，你可能爱截肢啦，啊，可能你安怎安怎吼，啊，在赔偿吼，照你的状况来赔偿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讲就是讲吼，啊，到底吼，这婆罗帕啊，甲这查某囡仔，因的感情，伊主要咧讲因感情，是不是因为伊得了迄帕金森氏症啊，手会拽迄种帕金森氏症嘛，啊，因咧考验因两个人的感情，啊，在当中，这个查甫囡仔吼，伊咧卖药啊，伊是婆罗帕。就是药物的销售员，啊，伊要去药局，要去销售这个药啊，啊，因为外国人是袂使直接去找医生的，啊，你看咱台湾人光明正大在整间给医生拜访，你知道？咱啊，先来讲这個啦，等咱个跳过去讲吼，其实袂使去找医生，你家家敢去药剂科拜访、材料科拜访，讲我这药啊安尼出品。吼、哦、啊，了后大家了解来看，这个药效是啥？有适合医生来开这个药啊？哦，真袂使讲正经，我登堂入室，我本来爱这个药，介绍这个药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敢那利益输送一种感觉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你这个有厂有商啊，甲迄个行销人员、医院有代表有迄个有迄弯巧的大事情在内面无？啊，这吼、哦、产生一种。互利的共同体，吼、哦，就我这内面啊，要呕出来呕一挂堆啦。药价黑洞，大家拢知影药价到底是啥？吼、哦，咱个健保药价黑洞啦。嘿，可能讲像啊，我药箱药箱赚五块，啊，我药差搁甲这个申报，我来差价赚五块，啊，便宜赚着。啊，是讲这药箱赚十块，啊，这个便宜无赚着。啊，大家想讲啊，我有这差价赚我。一块，这一个哦，安尼赚十块。啊，若讲迄千外万的，哇，这不得了嘞！咱来看，咱在台湾吼、
健保的药差吼，哇，拢超过15%，人日本甲因素哩26%、2-6%，伊嘛是爱有手胸赚啦，但是你袂使赚过头嘛，你嘛袂使乌皮赚嘛，你嘛是爱有一个迄、那个回归姿势作价，你经营会使即个利润会使让你赚偌济，袂使收过分，你阁要赚到哇，我要双倍、三倍、哦几啊倍，迄无合理咧。吼、哦，你想讲？啊！政府感觉讲奇怪，这流氓政府讲安尼落去袂使，健保拢已经了去，伊就是讲啊，无来药价调整啦，药价调整就压迫降低迄种的迄、那个抽象的利润嘛。啊，迄阵就是一大堆迄、那个咱在外国的，在咱台湾外国的迄个抽象，那么退出去咱台湾的市场，啊，变成咱台湾人无药啊通用呢，哦，哇，恐怖呢。后来呢，讲安尼袂当的，佫实行一个甚物？药费支出迄、那个目标制，超过即个目标制吼，啊，你即个药啊都要停起来，袂当用。安尼问题伫倒？我即马用 A 药用好啊，治疗好好啊，结果吼，你讲我超过迄个药品的支出迄个目标，你就甲我砍掉。我即马来用 B 药我都袂好啊，啊袂好，我阁转来看，我阁开迄个健保的钱，阁开即、這个加这个医疗的这个资源，哎、啊，唔是同款。啊，政府讲要补助，啊，请问政府的钱是为倒来？迄嘛是咱纳税钱来啊，啊，就这恶性循环嘛。啊，到底有啥物好的方法？啊，讲安尼，这个 B 案也袂使 ，A 案也袂使，到底要安怎？咱就是要请专家来，啊来讲，咱看是要安怎安怎行为？你心内已经爱袂使心术不正啦。你就要认真来信这个药啊，到底这个药啊价值多少钱？啊，你袂使赚几成？知识作价嘛。正经你会当这个药啊用出来，你的效果啊，甲评估你会当赚偌济？你会使互你内面吼，袂使讲哦，我阁要赚几啊成几啊倍？啊，你都无迄价值啦，是毋是？普通啊，你五角啊，你要甲讲我要50块，安尼讲合理？无合理啊，吼！我刚才说嘛，伊审查药物制度足重要诶，吼啊，爱改革药物流通嘛，啊袂使我独占嘛，对不？哦，啊都大家都独占就表示啥？有专利权无唔对，但是释放出来变成讲啊，敢若讲大家拢用你诶，啊其他诶迄个厂商都无迄利润，啊变成讲伊独占啦，即嘛是伊意思是讲药物爱尽量自由化爱流通，啊当然即伊。这医疗人员，迄个薪资要合理，啊，大家甲袂想讲咩，爱 commission 嘛，吼，啊，你报价要合理，啊，当然政治力不能介入啦，啊，佮爱伦理教育，吼，啊，这是讲吼，主要在讲禁药啊啦，这个人哦是这绿皮的迄作家，啊，但是伊吼去无就无意当中吼，啊，去吃到一个药，哦，白就变金，头脑变记忆较好诶。哇、哦，身体变这旺诶！哇、哦，写这侪文章出来，啊，赚这侪钱诶！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方面，咱们来讲这个伪药，啊，这个药啊，大家拢制作伪药，啊，过来讲啥？咱即马这个威尔刚，大家拢知影，下下叫，大家拢去哄伊。啊，过来咱这个保酸通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这个 Stinos， 这拢是真有名诶药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嘛有善存，啊，这吼、個，吼、哦。哦，迄利润一悬的呢，来我来制作这种伪药，啊，你食起来不是够白心？哦，我感觉真效用的啦。咱台湾人不是这种这恶质的人哦。啊，就嘛把迄个什么那马兜铃酸的白心啊，伫内面，哦，造成咱其他心方面的，有啥台湾来说心？啊，就药西药中药乱掺嘛，吼、哦，啊。这方面是有吼，政府有介入啦，吼，啊那有，即马有是有咧控制啦，但是大家爱注意这方面的消息啦。啊，过来讲哦，这种的禁药啊，竟然用啊，迄个水产事业啦，吼，啊，造成即马，你这个氯霉素是咧治疗咱细菌感染的嘛，啊，伊甲从啊水产事业，啊，伊食落去，咱搁甲食，啊，造成这种咱骨髓吼，啊，有毒性。啊，再生不良性贫血，吼、啊，这黄安静嘛是咧杀菌的嘛，啊嘛是去饲迄个水产，吼、哦，啊变成白心嘛，
我感觉这厂商实在这恶行的就是啦。啊，这是讲一个乖乖的老师，为什么要去制毒的故事啦？啊，人主要伊要制毒的迄个病毒叫做安非他命，咱在电视拢看这侪安非他命，伊到底是啥？伊有留一个幻觉啦，啊，输起来就是哦，可以解压力啊，很舒服，安尼精神百倍。但是吼，伊若无阁继续落去吼，啊，伊就变成讲人生就变得很沮丧，啊，就变成身体就变遮歹，啊，就一直阁爱这个药啊，啊，就是讲买无药阁要会犯罪，啊，想要爱滴到这个药啊。吼啊，这就遮侪社会的纷争啦，吼、哦，中枢神经兴奋嘛，吼、哦，这个是毒药啊，哎、啊、是算讲第几种吼？伊、哦、是第二级的，一般咱这第一级的海洛因、吗啡、迄个骨科碱这吼拢是第一级的，啊你也去制造吼，你就判死刑啦，吼、哦，大概有一个概念吼，吼、哦，啊这药啊吼，用啊震动的方面，就讲大家真胖嘛，啊这药啊吼，嘛是一个迄个安眠药。一定有剂量的这个限制，一般拢种做两米呢，也是五米呢，古人吼。啊，你若讲食甲遮多吼，啊，就变成讲你身体造成伤害嘛。啊，最近大家知影上来禁大麻无？最近新闻有无？这大新闻对不？吼，是不是迄个成龙的囝对不？啊，搁迄个少年人对不？叫啥名？柯震东吼。哦，伊青春少年。安尼食毒食到家己的前途拢拍歹去对无？大麻吼，伫咧美国也是讲伫咧巴拉圭，敢若有因政府诶政策有一定诶迄个讲因呐合法，但是我感觉吼，竟然伊是一个毒品，因政府讲是合法，是要讲娱乐的效果，但是你也知影，人要有一定的迄个水平，当人要一定的迄个品质。啊！你无人无遐一定的品质，你去开房嘿哦，绝对搁食做社会事，迄、那个事件吼，啊去犯罪事件会愈来愈多，吼、哦。这毒品，大家看一下，做一下，安尼敢若糖仔才好食安尼啦，吼、哦。我甲讲，你啊做第一级就判死刑啦，吼、哦，判死刑。我甲讲第一级嘛，海洛因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乐界，咱讲个乐界，咱来讲，咱第迄个。在日本领有台湾迄阵，咱台湾人拢在吸鸦片，你知无？啊，咱台湾人是安那抵力，咱诶日本人是安那抵力台湾人，互咱台湾人脱离即个鸦片呀，即个伤害嘛。啊，因为吼吸鸦片伊吸遮侪年啊，你形形甲禁起来，伊会遮痛苦诶。变成讲，哦，我即马可能食五米尼古浪，啊，过来食，慢慢就变讲啊四米尼古浪，啊，慢慢甲你降落来。啊，但是咱。第迄阵的绅士名流就讲啊，袂使，吼，你安尼继续卖鸦片，虽然你讲要渐渐降低，但是你嘛是咧卖鸦片啊，你是毋有彻底方法，就是卖食就好啊，啊嘛爱方法，啊就痛苦我就爱食啊，要安怎？你有戒断现象，遐无食戒断现象，身体才艰苦的呢。啊，就有一个杜聪明先生嘛，大家较有名的咱台湾医生，伊个发明一个迄、那个戒断现象。引起的痛疼、痛苦的方法，啊，渐渐安尼，这个卖鸦片就变无去啊。啊，那后藤新平伊是迄阵的，迄、那个应该是中毒，伊有一定的政策，虽然有一挂政策有受批评，但是毕竟伊对咱台湾这个鸦片迄阵的严重吼，慢慢啊甲变一个好的制度啊来管理，啊，甲配合咱这个咱台湾的医生，甲将这个。这个鸦片，吼，咱台湾人食鸦片的这个情况来改变，来变无去啊！这是这大的功臣，这大的迄个功德，我是感觉是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咱啊想讲，你啊要制毒，你啊想效果是啥？莫想讲我只要趁钱尔，我想要解决无解的痛苦，我来制毒。啊，你啊受这种阿拜，爱受听话，家己啊想好。吼、哦，啊无，咱即马十小休困。五分钟，啊，大概阁继续讲吼，好不好？还是吼？